给你们一个小惊喜，小惊喜是什么呢？开个灯吧。准备去南京德云社，给你们一个小惊喜。老说我不去小园子看你们，我准备抽出今天，因为剧组今天放出了一天的假，所以呢，我可以去看一看你们，还是很兴奋。其实好久没有去小剧场演出了。也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开心，还没有想好演什么节目，怎么演，跟谁演，都没有想好。你吃枣吗？枣儿啊，嘿，那枣他吃，饼干你不吃，我还买了红柚。红柚。我还是买个朋友，小的时候特别爱吃枣，我还爱吃樱桃。早上好，哎，好丑，起床了，起床了，我来了。三位朋友就到了，说来就来，我自由了。我自由了。你好，烤糖葫芦。行，来吧，欢迎过来。哼，好。小心韭菜。我还有手机呢。刘小婷，合计。哈哈哈！合计。我录个 vlog。啊 ，vlog， 那我们都坐一块儿。对吧？对，我是威。我是 log， 我是哥。太威老哥，法国吧，那稍微弄一弄，弄一弄，那就准备要上场了啊，紧张不？不紧张，那是假的。紧张不？反正不轻松，就是紧张。紧张不？行，紧张开始了，准备开始了。你站我后边，你是我后边来一个，怎么回事啊？还有队，还有队，光队，排三队，你怎么还整个了？来坐，跟我排三队，来吧，咱们台上见，哥了，台上见，台上见，加油，加油，来了，开始吧，还没照完呢，照完了，早就照完了，准备好了啊。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日本梆子》，表演者刘晓婷、张九泰、何九华、秦霄贤。咱们已经开始五部书表演了，是不是？很高兴啊，就来到了南京德云社，啊，就可以说相声了。我叫啥？对，你叫啥？多的呀，我们上来应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我呢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啊，秦霄贤，谢谢谢谢。介绍介绍我的身边的这位吧，他叫刘晓婷啊，刘晓婷。二哥的表演风格还是这样的哦。然后介绍介绍身边的这位啊，张九泰啊。我佩服我搭档。再介绍介绍。啊，这位好朋友叫什么名字呢？叫何九华呀。好啦，送走了大家，我要回去，还有别的工作。但是今天在小园子演出特别开心，很感慨。回去之后看到观众大家。还是那么热爱的相声，很开心。所以啊，在以后我还是会回小园子演出的。不是我不回小园子演出，哪有很多工作安排，可能没有太多的机会在小园子。而且，小园子其实是一个我们历练的地方，我们也希望能走向更大的舞台。在更大舞台就可以吸取更多的经验，
所以我会好好努力的。来了。你说你这个想法吧。我说我的想法，咱们当时是一什么节目？谁饿呀？行，谁饿？我刚睡醒，看出来了。啊哈，你觉得我那个一会儿那俩字打个啥干嘛？几点了？现在是北京时间的南京时间的4:28。对，离离远不远？离远的远，远这句话还真不好说。离远的远，可远了。我们走了过来。对，怎么大概昨天晚上开始出发的啊？我没演出，其实没演。那就日本帮子，咱都定了。日本帮子，节目咱都有，对，但咱分角色，对，你逗哏儿，然后谁捧哏儿，谁逆份儿，就挨打那个。你挨打吗？我挨打，挨打，逆份儿，我挨打。我现在是挨打，你是挨打，对，骂也骂你，打也打你。对，这情况一般都是我挨打，我挨骂。对对对。欠谁了？太习惯了，我能忍。然后我，你不能来太监，你来不了，你不能来太监。太监，这太监吃的太监主要是根据声线走。那就你了，那就是我。我这个嗓子不行，我也差着。这会儿嗓子都这样。今天我还牛。哈哈哈哈哈！要修个声啊！就是打人那个。那我来太监。我是逗笑师，你一直都跟太监似的。那我来太监。来太监，行，来太监。不，我不用那什么，不用来真的太监啊。不用，来不及了。